本世纪最大的流氓、无赖、骗子、白痴，对不对？Donald Trump 呢，已经74岁高龄了啊，今天是他74岁的那个这个冥辰日啊，明年的今天就是他的忌日啊。王八蛋，居然还连这个下坡路都走不下来，还要人搀扶，估计是这个奎宁吃多了，对不对？这个新冠病毒并发了，估计时日已经不久了啊，他将跟他的这些亡命的这些罪犯信徒一起去见天国了，顶你个肺啊，很尬长的 ，fuck you 啊 ，Trump， 你不得好死啊，出门扑街啊，那这个王八蛋把美国的这个经济搞得一塌糊涂，现在美国的经济也是一塌糊涂，四千多万人失业，对不对？200多万人感染新冠病毒，12万人死亡，都拜 Trump 这个王八蛋所赐 ，fuck you。